好，写到下面，好，停顿，然后上去就不要动了，好，一点点往上，一点点勾不要太多，然后收，这样就好哈。它的勾不大，小小的哈，它的勾都不大。等一下你练习的时候，也可以再更小一点，逆起，顿下，慢慢往下写。那我这次写更小哦。好，停顿，好，慢慢上去一点点，就这样子，很小，它的勾都不大哦。那比较大的像这个，好，这个墨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仔细再看，逆起，顿下，慢慢往下写，好，停顿。来勾出去，慢一点哦，慢一点。好，再做一次收笔。哦，记得要每一次要收笔，你收笔才不会这样。我不要看到这样子哦，仔细看，我不要看到这样子哦，你不要再看到这样，这个是不行的哦，这是社会标出去的哦，不行的哦。要慢一点哈，要慢一点哈，这个都很慢哈。好，等一下就这三个有一点不一样啊，都可以，因为它这里会有变化。好，我们先来写这个第一个位，第一个位哈，位第一个哦，第一个一样逆起，顿下一点点，这样。好，这里逆起，顿下。好，它两个，仔细看哦，哦，这边有凸出来，这边是平行的哈、哦。好，逆起，顿下，慢慢往下写。好，勾勾只有一点点，勾勾只有一点点，就这样子就好。哦，轻轻的带上来，停顿之后轻轻的带上来，收。哦，好，再来。这个撇已经有教过了哦，好，再来这个捺要开一点，好，到这边重压，压，然后拉开，好，记得收笔，记得收笔，好，位，好，我们写来，仔细看哦，我们写来，好，你不要写快，其实你不要写快哦，你不要写快，好，逆起。好、哦，这个逆起没有斜上去，是我这边逆起，直接带过来哈、哦。好，这个中心点，短撇，好，来写这个横画长一点，这样，这个很长哦，特别长。好，逆起顿下。慢慢往下写，勾勾不要太大，它非常小。好、哦，好，这个短一点，它、啊、这个没有很长，这个长一点。好，下压行笔，这样，好。老师，这笔画是什么？这笔画，啊，你就。你到时候好，等一下你就这样子点下来，转一圈上去。哦，有看到哈、哦？好，慢一点就好哈、哦。好，来写东，一样，短短的逆起，往右写，提，转，回，好。逆起哈，轻轻的。这样，东，上面宽的，下面窄的，哈、哦。好，慢一点，不要写太快哦，写太快就不好看。好，逆起，顿下，慢慢往下写。好，写到这里了，
它的钩稍微有长一点点，长一点点哦。好，它的笔画从这里带出来。好，这个捺一样，跟上次教的一样，到这里重压，然后把它拉开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好。